細路仔肚痛嚟講咧，就搽一搽藥油或者食肚痛藥咧，就係、是處理即時之急。咁但係咧就冇真係根治嘅。咁所以咧就要真正處理個肚痛咧，係睇翻個原因。咁咧就好好彩，大部分原因咧都係因為譬如便秘啦，或者腸胃炎，或者甚至食物敏感嘅。如果係咧，就 B B 嚟講係因為便秘咧，可能要同佢按摩個肚仔啦，咁咧就可以幫佢排風同埋排，咁甚至咧有時我哋需要咧就幫佢啲大便出咗嚟，咁咧個肚痛然後先可以完全處理嘅。咁但如果有屙有嘔咧，咁我哋就擔心腸胃炎，咁就要處理腸胃炎先得。咁咧就如果食物敏感咧，就即刻要停咗對佢食物敏感嘅敏感源，咁咧個肚痛然後先處理。咁預防方法咧就最好咧就係、是定時定候食嘢啦，食多啲纖維質，飲多啲水咧，就可以咧長遠嚟講係避免肚痛。咁最緊要養成良好嘅排便習慣，咁細路仔肚痛就少好多嘅。